学了都不要走了啊，都住这儿。一列一下车都开始说家住。啊，非要说那个姐姐给俺舅舅住女屋，行来着。那让贝贝说那个。给俺姥姥娘、姥姥再住那个屋，把水沙发都给俺，行不行？哈哈哈哈哈！你也叫俺住吗？没有，在这住不了。别住不了，你咱也没事，就是家里也没事，是吧？在这唠上多热的。热的，热的穿脖子。就是穿条秋衣秋裤。穿秋衣秋裤，可不。嗯。在这唠，我在这坐。哦。那下去，咱去那转转。不，我不。你了，你去转转。住啥？一个走走不拉你面，你不。你也住这个，你也没事，在家里。我不住，你也在家里，我得回去。没走还得过两黑。哎呀，这是。主要是两黑上校的，要不上校是那个住一伙。啥上校的你还得给他做饭，那还得餐钱还得叫他。你晚上还得接他去。哦，晚上还得接他。正在又走。嗯。上校早早走吧。就在奶奶在这住啊，还是家老奶奶？你家也在这住。我可不住。住吧。住呀，住吧。住了，到住不上了，在这拉你嘞。不用拉我，到时候俺奶奶实在是住不下去了，把爹送了。我那个啥，打一个车子吧，你直接是送到咱家来，送到家门口来。来回折腾，一两一送，他们来了，俺坐车一会儿回去了。没事的，再没事了，再下来了，还得给个插个口了，再开。那往后了天长了，哎，给个也有空拉点车来这来玩去。一不远，一个钟头就到了。上午吃一顿饭，后上又回，赶黑又回去了。赶黑到咱家了，那就是。多在这住几天。可不住了。俺贝贝是人家可愿意叫我，他说姐姐你在这住吧，我真了我在这住一天，陪你玩一天，我上小弄小了去揍你嘞，下弄小了我去顶你站呗，你说站他说，不理我地道，肯定人家不理我地道，人家跟着聊。可愿意叫在这住，可愿意叫我在这住嘞是呗？都愿意在这住。这，就俺贝贝说那个，我可住俺贝贝那屋嘞，行呗？哎，在这不站，在恁那是不愿住。不住了，没事嘞。对呀，成天愿叫咱成楼上住吧。我说我可不住，可不得回家去。可不得回家，不行，回家都得回家。你知道呗？这老年人在楼上住不惯，确实是，不是说光在家里，有好多人我看着老年人都愿回农村的。那老年人在村儿，人家谁也认不得谁，说因为没人说话，也不能串门儿。在家还有跟奶奶打扑克，就是呢，坐那聊天儿，人家一房嘞。没事嘞，愿意回去了就回去。对了，想累了都累了。对了，没事了，开车你看一个多小时就到了。你要夏天的样子，早点来，六点来还能到俺这吃，赶上你吃个天津饭嘞。啊，一个六点钟，对。不是吧？你不是有七点钟到？你不是有四点钟起来了？你夏天吧，四点多天都明了，咱四点多开车往俺这走，六点都到俺家了，都能赶上别人家吃饭。你慌了吧？吃一壶晚饭，六七点城市吃饭又到，六七点吃不一壶晚饭，俺开车到家里还天明嘞，八点多。那了，这会儿那了，餐前我起五更嘞，这送俺贝贝嘞，送贝贝上校，真的。嗯。贝贝热热的饿，来回才一个多钟头。买了两份奶粉。哎呀，你帮我抹嘞，加油。家里还有嘞。我那是头那一天，人家那个是拿着奶粉，这不是奶粉儿给都叫俺拿的。家里话都，我知道，都喝不了，每天都在家都喝吧。这个是俺爷买那个啥降血脂那调三高那个药，保健品。哦，就是按说明书吃，按说明书吃。回去了看看了，按说明书。这都有嘞呢，俺爷能知道。嗯，俺爷他都两粒儿都吃。对，太厉害了。知道，嗯。也没多买，喝杯了还买。哦，对了，那会儿你喝了再买，那时间长，时间长了，喝了你都一个月之内。你先把家里那叫俺爷，你再把喝了叫再开的。哦，爷家里奶粉不短，这么着喝，每天喝。可是也叫人家说，他说这边不老贵呀，买的不老这个买那个买的劲是。应该是那你也高兴的，使劲儿买了你，叫你在这住，这说好话都不沾。不在这住。嗯，愿意来玩嘞，就是不愿意住。啊，来这愿意来这看看嘞，嗯，就是不愿意在这住。
也不多住嘞呢。不多住。住两天吧。住两天。住两天。要不住一很要命个了，得那是给出啥呀？那几个送了人命啊，还来拉来那出啥？那要不然住五天。住五天不住。是的，可不知道咱给这儿住。太多了。在恁那边，我瞅我桌上还住住，你往桌上一丢，你看我桌上还住住。哎呀，俺那土嘞。俺那土嘞，恁那你穿的挺好。哎呀，跟在家里不一样。哦，你在家里吧，你一个人出去的。你别说咱恁那人，你看我瞅往这还，真是。就是。你家里就是暖和。暖和。嗯。舍不得你们走。舍不得走光。那咋办？住着吧，住着吧，嗯，行，住着的住着。